是想送给我觉得最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最好就是算很重很重的朋友，然后但是他今天早上他只拿了一些他就没有，对，我只是想他是我国中最好的朋友，然后他上高中之后感觉变得不太好，然后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快乐，我觉得很多人到高中就没那么快乐，就是我从国中认识的朋友或是高中之后大家的反应都是没有那么快乐，校园校得不开心，然后感觉心事变很多，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应该会有人帮我查到传达到他那边，反正曾经我看过你在现实上写说你是一个什么都不能没有的人，但是你确实很害怕有一天会一无所有，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有就是如果对你来说我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你永远不会一无所有，因为我会有人在你身边，我讲话这首是被爱关在长大的人，I'm sorry.
谢谢。